这地方下雨天雨这下下出水泡了，那你说你说咱得出去。水泵，水泵干烧了，赶紧去烧了，得去修去。那可不，着了，上水先不着了，又烧了，又烧一回了，怎么回事呢？熟了。耗子，你看他能姐夫跟耗子谁能抢过谁？我能抢过他吗？我看这个，一家一口的俩。你喝一口，他喝一口。做啥呀？捞鱼。早晨捞鱼啊？啊。可以。一条大鱼完了，再搁点茄子。这伙食，你这么些事啊？哎。俺奶奶有买款一个要耗子，不要别的。我五张卖的要的。王秀武啊。咱们小要把手。啊？这个手。干啥呀？怎么往老的往手里？不是，这是我拿那铁皮疙瘩。哎呦我的妈！铁皮疙瘩你好最好。这个帮你啊。没有疙瘩。昨天我叫一盒帮你没拿回来啊。你给这场地支个大棚，对，就是知道。给这场地支个大棚，下雨阴天就往那里一跑，完了给那热天的这一往宽往那一周一整，这是还是沙。下雨就沙去，下雨。黑泥。那。大黑土。那啥那个呢？搁那开锅再整。你这你给我打走啊你啊？啊。这功夫不穿靴打走啊？对对对。给车送过去就行。送到道口那嘎达就坐车了。三姐今天去上省城，那也不行，上省城了。我那棚子都进不去，我这不修，我看我得拿着点啊。真的，不修地方好。可公司家门口谁家不要？要那干啥呀？三姐呐，啊，有没有现金呢？先给我拿点。现金有。你小伙子你不用花呢，还得我们这花啥呀？你说这都拿着，都拿着。能上东花，这东花有钱的，都在银行里边了。都在银行。三姐，你暴露了，你暴露你钱在银行的。那我不守密码，谁不真的？现在用啥密码？刷脸就能刷出来。真事儿，你还闹玩呢？现在全刷脸。嗯。省钱呢，你省钱。没看，你这花多少钱呢？你也不用买楼，也不用买车。没用，你买车，你看我这啥车都有。你这车，你这车反正到时候你分给你们两个人。多少俩车呀？嗯。不给你，少俩车，你不要啊？这样吧，那个牌你看，还不了了。咋整呢？不是要咋整的？今天哎妈呀，干！你会停哪呀？今天这雨啊，看是西天。今天都已经给下了，你先扎蒙一下就好了。扎蒙一下，扎蒙一下，看你给我掰起来。那直接出门，你早上弄啥鱼啊？直接拿走就完事儿了。没啥呢，有，搁冰箱里冻着了，要不。鱼不少，你看这身上。那兜啊，应该整好了吧？你看钱能带上去。看三姐也没有钱，啊，一兜全钱，啊，一兜钱，那那啥的，你起来收拾，我上午站那啥去，上午站找你去，你起来了，好，走了，我刚刚要走呢，等车呢。你起得早，人两点来钟就起来了。嗯，鱼能不能装呀？能。走了。看家老太太生日 party 了。